又那么巧。喂，不觉得我最近好像比较黑了？因为不太耀眼了。你每天都这样不显了咩？哇，我每天这样子就说明我有坚持咯，对不对？那你不会行动吗？不会我，因为你长得一副危险样。危险？哼，你也懂危险哦。危险的话，晚上就会走那个小巷回家咯，对不对？你跟踪我啊？啊啊啊啊！对啊对啊，我跟踪你啊，怎么样？Hello， 哎呦，今天有人不一样哦。哎，你要不要猜猜看我哪里不一样？我的眼睛变漂亮了，因为里面有你。我眼睛最近不是很好哎，因为看到你，我眼花缭乱了。难怪你都看不到你自己啦。怎么样，还没怕完吗？都叫你不要用那小象回家了啦，看你下次敢不敢。我不敢啊，我不敢和你这种人做朋友啊。我以为你只是看起来坏，我没有想到你真的坏的咯。你的阴谋是不是找人来打抢我，然后扮英雄救回我？喂，你在讲什么哦？喂，我喊的啊，放手。来坐下，你误会他好啦。哎呀，不要再讲这个人啦。你看，肢体都不一样。以他的个性，他故意的。哎呀，那天你收到包裹那一天，他都没有来，怎样放进你的抽屉里面？他没有来，怎么你一招这样躲的？导演叫我讲的咯，你哪里知道我？反正明天都毕业了，你都不会再见到好的啦。而且啊，那天你不是在 bus stop 看到有一个帮我整整的咩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我觉得可以去 try 一下啦。Sorry 啊，我的手机我知道不是你弄的，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。我想我喜欢你，李心怡，我喜欢你。啊啊啊！对啊对啊，我跟踪你啊，怎么样？终于
于可以找到一个足以形容我们的词了，郎才女貌。看什么看 ？Safe 的，他不上男朋友来的，把你拆穿了。我，哎，我觉得他不喜欢我了。有机会的啦，哎呦，有机会的啦。请问可以把那手机还给我吗？你讲什么哦？我真的听不懂，你把那头盔放下来，放下来。我是说，如果我还给你，你能怎样？哇，我现在有你的照片了，我跟你讲，我 po 上网就 GG 了哦。你，导演。啊，你要钱吧？那我给你钱呐，你给回那个手机我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喜欢你。